大家好，今日英俊 ，Welcome to my video channel。OK， 欢迎来到根本英俊的频道。今天你看这么多台新车，哦，这个都等很久了，哦，先跟大家公告一下，现在目前沙色真的是没有交期，好不好？红色、绿色现车，记得哈。哦现车，不然再要涨价了。再缺多久我也不知道。好，疫情关系真的是全世界都在缺车，哦啊，因为蛮多都同一批领的，所以改了蛮多东西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哦，我们就有的是还没好，等待升级当中；有的是升级好了。好，哦啊，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这个车主改了些什么东西。好，哦，哎呀，正义，你帮我这个帮我牵过来的。哦，这两台几乎都改好，这个都是待修的。你看，这个台中的车主等很久了，哦，他要装了他们家的法斗，哦，法斗那个法斗，你看装了他们家法斗，精心设计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介绍这一台改了什么。哦，前面开始雷塔。风镜，哦，现在冬天到了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实用的哦。挡风，哦，角度的可调，哦，再来，我们家的 Nemodo 的手把可调横杆，哦，可以夹任何东西，挂东西，手机支架，再来就是让它更稳定一点，再来就安全帽锁，哇，哦，这蛮方便的哦，挂在这里，哦，再来。车主升级了 RB 前叉套件，哦，再来就 A2 椅轮两颗，有没有看到？搭配了我们家万用支架，从这里这样过来，可上可下，哦，再加了响尾蛇的镜头，哦，再来就是这个 G 牌大灯护网。它有两个版本，这个是铝合金造型的，所以它是银色的，还有一个黑铁的造型。哦，再来这边，哦 ，A2， 再来白铁心，哦，你来不聊 K 啊 ，C 掐过掐呀，这个是必换的啦，不然再顺便让他看一下，你看就是长这样，你来不换不搞，绝对拆起来是长这样的，哦，所以车主自己他菜单里面就有自己的选项，这已经必换的东西，哦，再来这个。Case B 的引擎保杆，哦，这个卖得很好哦。哦 ，Case B 的引擎保杆，哦，再来就那个 G 牌打档稳定器，这个是必换的哦。哦，那打档更顺畅。中间这只白铁心开发中，哦，快好了哦。哦，再来边柱加大座，我们家 Nemodo。轻量化铝合金后齿盘，搭配 EK 黑金链条，哦，再来 GJMS 哦，基本款 GP2 哦，修个短碗，长度可以克制哦，哦，原厂长度也可以降一点，觉得太高的话可以降一点，颜色也可以克制，哦，这些推荐的修个短碗，哇，车主有装了这个。CNC 的那个油箱护盖，你看一下，哦，这个转起来真的会比较顺畅。四颗螺丝，你看原厂就这么小，加大一点的话，第一个触感会比较好，哦，这样可以转，也这样可以转，尤其是戴着手套，冬天戴着手套，这样就是比较好转。好，来，我们就换再来，哦，后轮芯，你看这个是车主。自己的菜单首选里面的哦，好，再来 G Cup 的后扶手行车记录器，我们都装在这里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后面的支架专用的，左右边上下都有，哦，再来这个是也是 CT 必备的黑化，哦，你可以回去看看，这个它原厂设计很容易生锈，那你在聊 K 露营的话，其实没有去照顾它，里面就很容易可以生锈哦。哦，所以回去看一下，我们黑化五件就是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个原厂的两个跟下护板，
这就是我们黑化哦，它后架也可以黑化。等一下跟后架黑化这边介绍一下，后架黑化就长这样，看一下细节哦，就防刮又耐磨，好不好？啊，原厂就长这样，亮面比较容易刮伤，好，不然就是像这种 KSB 的造型，哦，这就是黑化。哦，这一台差不多，还有这个 G 牌的离合器造型保护盖，哦 ，CNC 啊，整块 CNC 的，它专用的，哦，造型的保护盖，哦，差不多这样。哦 ，RB 的前叉可调的哈，那我们来试一下那个它的 A2 的亮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原厂亮度，哦，这是 A2 近灯 ，A2 远灯，它的远灯有没有看到？黄光跟白光一起亮哦，它的近灯就是白光哦，尤其远灯的话，晚上啊、下雨天啊、雾气的黄光是效果穿透力最好的。好，哦，这一台就这样，那顺便就介绍这一台，也是一样，手把横杆、车充哦，这个客人他选项就是要把他的 A2 装在上方哦，那一台就装在下方。再让他确认一下，上方我们家的万用支架可以朝上，哦，也可以朝下，哦，这个就朝下，哦，万用挂钩，哦，可以朝上朝下 ，GTR 的油线整线器，哦，这样起来就不会这样缠在一起，哦，哎，怎么念？澳洲的护工。八，没听你说过啊。八，中文怎么讲？知道。啊？谷歌一下吗？巴克巴斯特。巴克巴斯特，英文怎么讲？哎，怎么讲？那好像。啊，是这样讲的啦。巴克巴斯特，好了好了，青菜了青菜了，巴克巴斯特了哈，这个。这 GCT125 它原厂配件里面的哦，它有黑色跟红色。哦，再来它这一台又 G 牌的引擎保杆，有没有觉得跟 KSB 又不太一样？哦 ，KSB 它连在这里来，啊，这样它是一体成型到这里。哦，啊，它也是黑化，这个就是黑化跟这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黑化。啊，再来就是G 牌的。中央龙骨盖，这个也是蛮推荐的啦。第一个，它可以挂东西、放东西，在你在上车、下车的时候，比较不会去这里去卡的哦，这个东西才不会去卡的哦。再来，它还有什么？这个你看，这是新版的 CNC 油箱盖，造型比较不一样哦。CNC 造型油箱盖。哦，啊，再来就黑化，你看这几台车必备的都是黑化，你看这是黑化好了，这个准备拿去黑化，已经在工厂做黑化的，这个也是，哦，你看这台也是，哦，差不多这台也要准备大整理了，好吧，差不多了，今天就介绍到这，好不好？就是缺车中，沙色真的是没有交期啊！要的话，红色、绿色还可以找根本英俊，好不好？今天介绍到这里，记得一样订阅根本英俊频道，拜拜。